难呐！村长现在都抽中华了，多难！要不要？我要跟他们一收回来。你说你这还熊人呢？打他！住手！四平是公安局扫黑支队。公安局咋的呀？出来敲门去！还敢这么狂是吧？啊，嫂子，我哥叫人抓起来了。这屯子还敢举报俺呢？活拧没了？谁呀？想知道是谁呀？过来！基层！正因为基层有你们这样的黑社会性质存在，导致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难以落实。精准扶贫政策呢？你给落到哪儿去了？那些扶贫用的专项资金呢？是不是都被你们一伙给吃了？不管你们背后有什么样的大人物，有什么样的伞，我们的背后是党，是国家，是人民。现在跟我回公安机关协助调查。Hello。场面二，一帮哥们儿，一帮哥们儿，吵啥呀？对对对，都是江湖儿女，都不容易。对对对，必须有钱，大伙一块赚呗。横格兰荣是一家，你没毛病。哎呀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你横格兰荣都明白呢。我的妈，偷抢骗，一个两个三个，一人一半，这都懂。仨人呗，对，仨人，三个人一千二。警察，啊，警察，警察不也是人吗？过年回家不也得买票吗？要走家去？不是，他咋这么思考问题呢？你咋思考问题呢？我对呀，对。哎呀，咋的？这哥们儿，这个实话实说啊。你看那枪啊，那棍子，我估计得走托运。我给蹲下吧。我蹲下干啥呀？蹲下吧你。我呀？啊，蹲下。你多啥呀？我争取宽大处理，你看行吗？你争取宽大处理。你明知道春运期间老百姓回家买票不容易，你说你们这帮票贩子手里整点票，哄抬这个物价。36块钱的票被你们炒到几百块钱，有没有良心了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你俩跟我回派出所协助调查，还有没有啥话想说了？那个，刚才称呼我俩啥？票贩子。您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职业？啥玩意儿？我们是黄牛。我瞅你好像虎，我瞅你好像虎。起来走。那个票不要了，起来走。场面三，站。你俩拦车干啥的呀？西北玄天一片云，乌鸦落在凤凰群，满车都是英雄汉，哪是君来哪是臣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102国道张道长，这位道委吴书记。不是，你俩到底要干啥呀？他干啥？那不是农村的好老娘们抢你们干啥干啥的。谁到去嘴碎。我告诉你啊，别看我们是抢劫的，但我们收费合理，按人头算钱啊。那必须的，这查个人那么费劲，我说东叔，其实我俩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从小我的妈妈盯着我，求人家孩子怎么的。你咋的？回首掏走位走位，掏什么掏？我告诉你俩啊，接到群众举报，说两个人在这块拦路抢劫，一个身高1.6米，一个身高1.7米，是不是你俩？那不是我俩呀，我1.85米，我1.77米。你说他1.77米我就忍了，你1.85米啊？我身份证呢？身份证有身高吗？坐，我告诉你俩啊，你俩涉嫌拦路抢劫，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最后怎么量刑交给法院。还有没有啥话想说了？我是从犯，从犯是啥玩意儿？完。场面四，告诉我你的姓名、年龄、职业、籍贯。请你配合我的工作，好吗？你知道你这种行为有多恶劣吗？啊！我问你话，坐下吧，坐下吧。起啥范儿啊你又啊？啊！我寻思我练练吗？练练呢？咋的呀？一会儿看看我们咋问你呗，你先练练。知不知道这次因为啥把你抓进来呀？是冒充警察。出去了你啊？啊？还冒充警察？知不知道冒充警察咋处理啊？像我这种情况的话，那应该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嗯，我就说吧，审你就是好审。那我这属于又废了呗？废了。场面五，天地重孝，孝当先，父母在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那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老出门干啥？在家陪陪爹妈多好。所以我等兄弟二人是出于家国情怀的角度替他考虑啊。那首歌唱得多好。妈妈呀，儿想你，妈妈。快说怎么回事？他不订了张去三亚的机票吗？我冒充客服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说三亚那边下暴雪，航班延误，机票是2700块钱。完了，我们多给他500块钱作为赔偿金，但是他必须交3000块钱的保证金。我头一回听说三亚下雪，那边四季如春呢。是吗？人家孩子9月份上大学，到现在没去上呢。父母辛辛苦苦攒钱买张机票，就让你们这么给骗走。还有你俩诈骗200多万了，还不知道收手？他们要不占便宜，能吃亏吗？我那链接给他发过去，那家点才痛快呢。这话对，咱哥仨现在没有外人，就那玩意儿谁点上，倾家荡产。俺哥俩没有这两下，还干这玩意儿？术业有专攻，还这么膨胀，法院怎么量刑我不清楚，但是我估计等待你俩的应该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哎，那个三亚真不下雪吗？没到季节呢。就你俩这智商还出来骗人呢？走。场面六，爸爸您在家呀？爸爸，这款长寿表售价4888，是用太阳陨石打造。爸爸戴上这款长寿表，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脑血栓全给你治好。我的老，爸爸可能觉得贵，这还贵吗？赠品价值
4888，买10000划不划算？爸爸，见利就跑吧。爸爸还得想什么？大鹏说你俩啥眼神啊？我只两宿班，至于老成这样吗？那不行，我73，他84，能看出来吗？来一个戴长寿表之前，戴上之后你再看看。哎，戴上之后，我这也有个产品，纯钢打造。爸爸，你还嫌贵啊？行，查查，赠品里有查。行了，你说你俩怂不怂？老年人的钱容易吗？攒了一辈子，那是救命钱、养老钱呢。还有，我爸没在家，进屋管我叫什么爸呀？一会儿跟我回派出所协助调查，还有什么话想说了？货都是他进的，这都是大过年的，没放假，照不着。对不起，照顾不了。无论冬夏和春秋，警察叔叔都不休。最后量刑怎么定？春晚结果看悠悠。悠悠。场面七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警示110。喂，你好，110吗？我报警，我报警，有人杀我，有人杀我。地点在哪里？我们现在派警过去。啊，同志，是不是你报的警啊？哎，警察，你来了啊？咋回事啊？不行，这小子要杀我，你看不看着？哪小子？这小子198K，搁这堵我呢，狙我呢，打的老准了。爸，刚才我得亏是三级头，要不然给我爆头整死了。你就因为这事报警啊？赶紧，你们得出警啊！这不行啊，你这没血了。是啊，我这没有血了，全打没了。还没填包呢。场面八。一旦遇到火情，对准火焰根部。救命啊！上！哎呦我的妈！不是大哥，你这车着火了，为啥不就近停下报警呢？你这开过来多危险呢！直接开过来不节省时间吗？减少点损失。你这湿式改电路啊，这都啥呀？这是小太阳，冬天不冷吗？那夏天呢？夏天就换电风扇了呗。那你为啥不用空调呢？那空调坏了，那修上得200多，这才70多。这都啥呀？茶道啊，这是。我这平时老跑高速，上外地谈业务去，喝点茶水提提神。你外地还有业务呢？啊，不是，我看你这开车这玩意儿放副驾，你喝这不方便呢。懒得，平时我司机开啊。你还有司机呢？不是大哥，我瞅你也不像个差钱的人呀。你说你把这车整板正的多好啊，你这湿式改电路多危险呢。我们做买卖人吧，讲究有钱花到刀刃上。你这是骑自行车上酒吧，该省省该花花呗。对的哟。行了行了，下次注意点啊。哎，着急，你下次注意吧啊。着急，谈两个业务啊。拜拜。场面九。我说我算的就我算，你必须的干。进屋。我用你整我那玩意儿。场面时，哎，老弟，咋呀你？看看这手机，手机咋的了？我们那边吧，有团队刚偷的手机，偷的手机啊？啥意思？着急出手，700块钱，你看咋样？哎呀，你那往好了，看不着，看不着。哎妈，还团队？你不是团伙吗？行，我要了啊！哎，我要了啊！这太好了，手机太好了，咋的了？多少钱？700啊？着急，着急。来来来，那啥，你这兜里自己掏吧。掏吗？哎呀，来自己掏吧，啥好不好的？我就说找你呢，自己送上门的。哎呀，偷的，带上吧。哎呀，偷的手机700块钱就给卖了啊？这么厉害的啊？说专业的吧，专业的。哎呀，行，一会儿警车来，我们拉着你去找你团伙那帮人，行不行？啊，都是公众。正找你呢，哎呀，我碰上了，真头一回。没事，环境很好，我大姐啊。场面十一，别动，老实了啊！您好，我们是驻叙利亚战地记者，我叫张继，我叫吴哲。什么事？请问您刚才那个执法过程合法吗？我们有义务代表群众监督你们。我们正常抓捕犯罪嫌疑人，没有任何违法啊！把行车记录仪打开，都录上。
我们接受群众监督，但是有一句话说在前头啊，你们不可以掐头去尾、断章取义。如果传到网上，造成不良的后果，你们俩将承担责任。你这人，放我吧！有什么事啊？断章取义这种事我们干惯了，不用跟他废话，马上把人给我放了，然后把我们来回的机票给报了。叙利亚西飞四平东，400块钱，多少钱？还贵吗？400。卧铺，我第一次听说叙利亚还有飞四平东的航班。这个是录像啊，带录像过来的。这不是车载 MP3 吗？你这个衣服我看好像是个女士衣服呢。俺家你嫂子。谁嫂子？别给我废话。315马上就到了，我们正在打假，居然两个假货送上门来了。你俩冒充记者散播谣言，还试图敲诈警察。一会儿给我回派出所协助调查。还有没有啥话想说了？那个315是啥日子？星期五。什么星期五？消费者权益日。打假的，上车。每个星期五都是吗？好，每个星期五。我都副驾驶。给我回来，后边挤上。过来。我的天哪！场面12。今天谁值班？出来！今天我值班，请问有什么事？你严肃点。这位是四平市派出所张局，这位是咱们四平市派出所政法委书记吴政委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都不细说你。你说，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个人？啊，对呀、啊。这个人是我们的线人，简直是胡作非为。张局，把那个啥，我的仇证，强喝停。